然后他也是换上了六号宫江宇。现在在中国女排的这一届阵容十二个人里头，有三名队员都是来自江苏的。三号位一个半高球，然后他也是换上了六号宫江宇。现在在中国女排的这一届阵容十二个人里头，有三名队员都是来自江苏的。